12米高左右，这边早期是太平山森林铁路的其中一个火车站。好恐怖！啊！原来可以！啊！脚抬起来！啊！站起来！哇，这落雨天呢，散步嘛不哩啊水，哈哈，不哩啊欢喜。那我就来这里拍拍美照就可以了，嗯，棒棒。不是只有拍照而已，还要体验那个，那是啥？这边是高空绳索体验的场地。哦，对，高空绳索，大约12米高左右。这边早期是太平山森林铁路的其中一个火车站。好，那以前因为运送木材啊的工人，伐木工人他们很辛苦。所以我们就是想要让现在的年轻人去体验以前就是伐木工人啊爬高柱啊然后砍木头然后还有包含高空绳索运送木头的一些过程。好，所以让年轻人来体验嘛。那你是年轻人啊，对不对？你都知道我要接什么，我怎么所以我们要赶快来写。既然你都这样讲了，我只好体验了。好，那体验之前我们要写一下契约书。为什么要写契约书？就是要写一些有注意事项啊，包含你们心脏病啊，还有一些高血压、气喘的问题这样子。有这三个可能就没办法体验。刚好这三个我都有哎，那我就巧哦、那我就不用去体验了呢。真的吗？妈妈真的都有吗？嗯，当然是假的。哇，这样不行哦。好啦好啦，这个写一下这个契约书啦哈。对对对。哦，我拢咧想讲，伊是毋是刁工把我创治的？明明知道我惊悬，啊，顶届佮带我去攀岩，这次还要带我走高空绳索。哦，我刚才想着我脚的软啊，我是要来爬去的啦。教练，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那因为安全的关系，所以我们一个平台就是站两个人哦。站两个人、啊？对，两个人，对，一个平台两个人。哦，对，没错。那教练一个嘛，另外一个就是婷婷喽。嘿嘿。OK， 那婷婷你先上去玩器官完之后，下来就换妈妈上去，好不好？嗯。加油！好，那准备好。妈呀，好好玩 ，Give me five。好了，我们出发了。是我在爬，要不是你在爬。好來，那我们的拖鞋拿出来。加油，加油 ！Come on, let's go！ 婷婷算巧的啦，算这种物件哦。一楼，你蛮有天分的。这怎么那么直？第一关我们要走这个吊桥。哦，走的时候啊，脚尽量踩木板中间。木板中间。对，啊，扣完就放着，不用理它，像在底下走路一样。好。还很晃哎。小心小心，森林森林，中间踩中间，那怎么往前？一脚踩一个是吗？有有有有有了有了，婷婷，啊我第一关过了，可以两边啊，预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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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妈呀！你好棒棒哦，哇 ！So cool 的 ，So cool 的 ，Oh yeah, my God！ 你等一下上去玩一下哦。大美女，你先去玩。怎么那么难？哦，他说大美女，你先去玩。他现在是有在撩我的意思吗？哎，怎么不见了？本来想牵他的手一起去玩的。喂，怎么人不见了？啊，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大，等你等大人再来。啊，好恐怖！啊，有了有了，可以可以可以。好棒哦，婷婷，好棒，加油，快到了，耶！第三关完成，掌声鼓励鼓励。
好，到对面踩到。啊，但是他，赶紧坐好就好。拜拜。好，可以反转，两只手抓，两只手抓。好，右手往前抓 ，OK。好，站起来，往上走。哇。加油，快到了。啊，那个等一下怎么下去啊？好，好，好，腿没有那么，好棒啊，婷婷，好棒，加油，快到了。好，脚抬起来，脚抬起来，好，站起来，站起来，好 ，OK， 很好。飞虎队有没有看过？消防队从大楼跳下来有没有看过？OK OK， 准备好了。好的。好，数到三，手放开，扶绳子。好，一二三，扶绳子。哎，好，加油。啊，对对对对。好，好，一二三，出发。哦，小邓肚子。哇！等等等等等，好，有人接。耶，很棒棒耶，成功了。好。成功了，美丽的小姐。哟呼！我手好痛啊。手啊，手很痛哦。哦啊，那个绳索啦，哦，都红的啦，太恐怖了，很恐怖吗？很恐怖啊！你会觉得很恐怖吗？不是，你不是不怕高？就不怕，还会觉得恐怖，就很恐怖。哦，你看，就是他本来不怕高的人，但是还觉得恐怖，那就表示真的很恐怖。那你还叫你骂我去做这个事？好，那当你的妈绝对不能漏气。我就来爬，现在换我来接手了。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吗？对。OK， 好，绳子拉紧，脚踩中间，好，重心放低，慢慢往前走就好了。没问题。OK， 好。各位观众，为母则强，我演了十几集，都那么害怕，我有惧高症，这一次我真的不演了，拼了！注意看好了，哈哈哈哈！踩中间一点哦，好，绳子拉紧，哎，绳子拉紧，在前面嘛，对不对？然后一脚踩一脚往前走，绳子拉紧哦，哪里拉紧？这里，绳子拉紧，这里，对对，就比较不会晃。很好，快到了，快到了，哦，绳子拉紧，踩中间。Hello， 啊啊啊，嗨，你好，这根本不是，这根本不一样，是儿童的好不好？这怎么会是儿童的？这都跟我差不多一样高。这有跟你一样高？有啊，你站过来看看。明明你就比他矮，差不多啊。哦，拜托，玩一下嘛，你那个那么高。他管我哪话的？其实我很想挑战他，可是我自己呢这一关过不了，因为我干嘛呢？像你阿管，真正盖恐怖呢，那个背叠钉管玩那个绳索，而且你就会觉得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我是一个有惧高症的人来讲，我干嘛我做不到。